烂尸体出现。持续到何时？哦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大家都痛苦中死去了。那可怕的疾病吞噬了我们，吞噬了修道院，好痛苦，好痛苦！这是一个修道士的怨灵。会不会很强啊？好，等一下要挂掉。主敌人的防御力，看要怎么用。这个应该要谨慎的打。小爆炸攻击全体。20。比较多了，哇！这样看起来好强哦，20级，哑巴哑巴，看还有什么可以用？30，哦，全部都来补血。药草，53。有同伴了，可恶！是啊，专攻这个。
冲击。小爆炸看看。专门补血好了。他都打那个，都打杨格斯。先擒王，他血到底是多厚？啊，反正旁边两个小喽啰打也是没多少伤害。咒文的话，使用武功好了。这一回合应该可以不用补血，让一组人沉睡。这样防御力好了。他不是。贝基拉嘛，哦，好痛！啊，不要死啊！哦，还好还好。应该还可以再撑一回合，皮不够。解析卡的速度比较快。
有好药草。升级，可以来看一下身手。之念珠，哦，神啊神啊，升天啊，波罗波罗蜜。什么意思？